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今天老叔还有王佳，还有王佳他姐吧，应该是，他们一起回来，现在准备去接一下，上林口。这刚才又拉了一瓶塑料瓶雪蜜，到店铺去，出发。蓝蓝的天，山上还有白雪，让人看了心情就好了。到店铺这儿了，先把这个雪蜜给它卸下来。这是一箱能有60斤，60瓶。小妹儿，我又是拉了一箱塑料瓶雪蜜啊。这个是卷帘门那个地方，这之前是我跟我爸安的这个压水槽压的这个塑料布，风鼓的，这是这样的吧。这家伙劲儿老大了，这要是不堵的话，这风鸟嗷嗷往里进。这边完事儿了，继续出发，该去车站了。到火车站了，先找个地方停一下。哎，教练。哎，老叔，你们到哪了？马上了，还有几分钟。哦，行，我在那个，你坐火车回来的？啊。行，我在火车站那儿门口了，那个下出站口这儿了。行。啊，好嘞。啊。马上要到了，看看去吧，上出站口接一下吧。谢谢。回来了啊！啊，这牡丹江一日游挺好啊。挺好的。老叔，行。还有那个姐也回来了，这谁呀？小舅舅，嗨，舅舅好。哎呀，这么好了，见着我说话了。行，走吧。咱上哪吃点啥呀？啊，我请你们吃火锅吧。吃点饭加凉菜行呗，就那也行，你走的。就上面那有一个叫什么竹了，那个我有点记不清了，那家也挺好吃，他家炒菜。听你走地方，我安排。要吃串啊？行，非常宰你。这个百姓小厨，他家做菜很好吃。去吧，走吧。豆奶的，完了。点点，好吧。豆豆的菜价也亲民，他家的。这千叶豆腐，还有这一个日本豆腐，都是王家的，牙口不好专用，是吧？紫豆腐，还有这个王小二，还有这个牛肉段，那边还有主食丸子和饼。这已经吃完了，然后王家还得去看看能不能拔牙，昨天也没拔上啊，这一听，是不是下午不能拔牙？拔牙出去撇好像是吧？嗯，接下来再去买点菜。陪你姐哈，对，走吧。这是我们林口的这个广场，然后上这边，对面有一个那个超市。出来了，应该现在开始往家赶了。到王家他家了，把东西给卸下来。那个袋儿，挺多东西啊。这包是啊，那个是我的啊。对，都拿下来了。对，都拿下来了。前两天我老叔回来一次了，然后上次有点事儿，这是又回来了。晚上吃饭刚好说人心里面回来啥回来，下车就往回来，不正好吃饭吗？没有，这家伙他要请客。那你安排呀？那你到我家打电话一声呢？我也没想家里做，我寻思晚上吃呢。不就是寻思上吃吗？又这王家说我去接的，开车接的，然后我老叔起的票，然后他说他再表示一下呀，对呗，请吃饭呀。现在收到了我们西瓜给邮来的礼物，看了吗？哎呀，真好啊！嗯，看了吗？这是。西瓜视频创作人体验卡，价值1800，好像是。哇塞，真的呀！体
体检须知啊，这是送让我体检用的。哎，两张啊，两张，然后体检须知嘛，嗯，应该是可以顶费用的吧？看看吧。当然，这个看一下帽子，对，一个小帽子。戴上看，没有啊，就这个还有个标志啊，这一个标志，小西瓜标志。嗯，这还有袜子，西瓜送的袜子，上那个标志。这是衣服了吧？对，这边就是衣服了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衣服？哦，小三儿薄，咱们这边穿这就薄了。嗯，这春秋穿还行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